今天吃个家常做法，茄子茄盒。里边放的韭菜鸡蛋，我是河北人，我们那边不怎么做，山东这边经常这么做。一般这个饭店里上桌菜，还有家庭聚会什么，桌上都会有这个菜。嗯，又当饭又当菜。底下怕粘了，底下不通籽儿。嗯，你们也可以做肉的。嗯。